节奏。我觉得这个联赛给我们所有的教练啊，一个可以展示自己和释放自己的平台，给学生第二次再继续努力，创造自己一个崭新人生的一个平台。全国总冠军一直是我本人啊，乃至球队啊，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。9秒现在。清华大学那么4分，战胜对手东体清华大学。冠军只有一个，我们两次都很遗憾啊，对，因为两次冲击机会，两次都未果。但是我相信，这种冲击信心、信念和劲头，我们的队伍还在一如既往在往前走。换人不换事啊，换人不换精神面貌，换人不换队伍的风格和特点啊，继续保持有一颗向往总冠军的一个心。今年中山大学应该从去年到今年乃至明年，我们中山大学应该都是一个调整年吧。所以说队伍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吧。我们现在是队伍名气很大啊，影响也很大。是队伍而言，队伍是这个队伍，但人不是这些人了。当然了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这帮年轻人经受住了所有队伍对我们的冲击。讲白了，现在西南区以战胜我们为荣。现在正在培养楠楠那个学生嘛，准备留校啊，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热爱这项事业，在这个方面去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彭嘉欣，准备一直接手这个楠楠。毕竟自己喜欢这种球队的这种事物，想发挥自己的所长吧。既然学生有这个需求，我们尽量就去帮助他们，培养他们。因为我们当老师嘛，对，主要就是培养人。我招生首先看重的是作风，意志品质。因为白老是军人出身嘛，我们所有的作息、内务还有训练都是比较军事化管理的。别人都在睡觉，我们6点钟起来就出早操，晚上10点钟准时熄灯。我们每天的内务啊都必须整整齐齐的，桌子上摆放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整齐。学生球队首先是育人，尽量挖掘他们的潜力，人格魅力上、自身业务能力上都有一个全面提高。他来什么水平，能把他培养成他的最高境界，就完成我的任务，也是我对他们最大的一种负责任。其实每年招生我们都是挺大问题的，因为毕竟训练量啊都是挺大挺苦的，平常管理也挺严的嘛。很好的队员不愿意吃苦的基本上都不会来我们队。这孩子现在对苦啊，对这伤啊，对，跟我们那个时候比，我说这差很多。但是我们队已经所有方面都在朝这方面去做，他们也能坚持。能跟我4年5年孩子跟下来的人，就具备了超强的意志品质。应该说大三大四以后，所有人就能真的理解当初的用心啊。我现在在 CUBA 为什么大家都比较认可，就是我不光培养了运动员啊，但也培养了很多教练员。看他们的成长进步，真的很高兴。因为人永远会老的，位置你永远必须要让出来的。当然我希望用我的成绩用我留下的人，能把我们的球队继续保持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华侨大学助理教练周鲁南。当时院长让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说只要是能让我带球队去有个平台去展现自己，
就够了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做事情吧比较偏执。我当球员，我其实身体素质啊各方面条件都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是肯定是最努力的。我自己的东西交给队员以后，然后他看到他们成长进步，自我价值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，那种感觉是比我挣10万块钱100万那种都是还要开心的。很辛苦，苦中作乐嘛，啊，也感觉也很幸福。你一辈子吧，就是说你能做好一件事就够了。台湾那个松山高中那个教练黄万龙，是吧？真的说，如果恨一个人，就让这个人去做教练。教练这个活儿就是个良心活。大学赢的球在高中全部都输了，非常非常郁闷。其实也是一个发泄吧，发了发了，好像就变成了好像讲述自己亲身经历这些东西了。我之前在高中的队员哈，我第一年接高中的时候，他们连前八都打不进去，那我一带他们以后，半年时间他们打了上省第五名，3分训练，7分管理。我当时研究生论文嘛，就是写的这个管理类的，就是我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还没有拿第9冠，是八冠。我拿我们之前八冠王来去做这个研究，是首先管理就是第一条的。我真是从那时候从替补的替补打起，后来我到了拿了同学带 MVP 去当助理教练，然后再当去高中当教练。因为我从队员的心理来讲，他们每个队员其实是很渴望打球的，特别是替补，特别是刚来的年轻队员，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机会，而且年轻不怕犯错。说实话 ，PUBA 其实大部分都这样，没有说身体素质非常好的，像郭凯那种、王少杰那种，那很少。那我们就提倡什么？提倡团队打法，每个人都得分手，每个人都是主力。那对方没有教练研究谁啊？研究不透。那如果说我们一个球星，那比如说孟翔今天得30分，其他人连得分上双没有，好，把孟翔掐死，我明天就输比赛了。在我眼里，为什么说没有球星呢？如果说一个真正的球星，他是能带领整个队伍去获得胜利，去拿好成绩的，他不是在队里去耍大牌，倚老卖老，当大哥啊这种性质。因为我在队里去杜绝这种情况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综艺和这个媒体啊，把球员给捧得虚高，他们没有那个能力。综艺或者是一个什么媒体吹嘘你一下，你就红了，或者是你就是厉害了，你是不是明星？那是在上球场上去跟你证明去说的。而且，但是他们自己呢？觉得这不是，我就红了，我就配合配合人，对呀。昨天输了吧，是在意料之内，因为这场球输得太晚，也算是一个警钟吧，对球员本身，包括对我们教练组，让我们有反省的空间，对我们以后后面比赛和以后球队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。我觉得现在球员心态出了问题，这是一个成熟的球员哈，他是不存在心态问题的，他们经历的这种大赛还太少了。我跟张亚斌关系都非常好嘛哈，包括到林敬南、张汉奇他们那一批，我们这一批属于野生的，现在这些队员属于家养的，所以说他们自己承受能力还太差。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人，不看人锦上添花，看在他追到谷底的时候反弹能力多强。我们的队伍，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让他们多去接受一些负面的评价，反而比他们天天活在这个活得舒舒服服的好多了。我爸爸、我妈妈，包括岳父、岳母，还有我老婆都非常支持我，然后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。没有家人支持，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一步步的去选择。没有华夏大学，没有领导，没有张亚斌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。我在华夏大学对学到两个字就是感恩，就是华大培养了我，说我会倾尽我所有，我说我帮助华大，只要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肯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回馈母校，把这个过程做好，不去看结果，踏踏实实的打好每一场比赛是最重要的。付出是因为对篮球的那种执着，对篮球的那种喜爱。我是宁波大学的男篮主教练刘峰。2009年，我们参加了第11届的 CUBA 东南赛，到今年应该是第11次参加分区赛。CUBA 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。
队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，给我们这个球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。因为有这么一批热爱篮球的人在一起，大家把这个世界杯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面去。我们学校这个球队，我接手的时候经费非常紧张，所以呢，这个队伍交给我以后，我就投入的比较多一点，业余的时间基本上都耗在球队上面，都是想把自己的球队带好，可能是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。任导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尽职的教练。我们当队员的时候天气很热，他会帮我们买绿豆汤，每天下午都是，就感觉这种大家在一起吃苦啊训练的日子非常美好。孩子们也很不容易，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话，那一定要为我们的球员去创造一些良好的物质基础吧。我觉得这是每个教练都会做的一件事情。近八年吧，六进全国赛，三次全国前八名。如日中天的状态，以东南赛区第三的成绩进入了 CUBA 全国十六最好的成绩。那一年我们七场全胜，战胜华侨大学，拿下了东南赛区的冠军。宁波大学以19-61战胜了西冠王华侨大学。这支队伍的话，还是有了一些沉淀。10-1，厦门大学队获胜。队有一个属于一个阵痛期，然后新教练很年轻，任导把这个球队交到我手里面，发自内心的我是感觉他们的能力在我手里面没有发挥出最大的能量，没有把他们的团队作战力啊发挥到最大的，所以说不管怎么样，教练还是负主要责任的，对这次东南赛还是有一定的失落感。因为离预期目标差距比较大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他。当然我还是非常不惧怕困难，有这个决心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还是希望至少能打进全国八强吧。他们还有非常高的一个上限。最大的困难我觉得还是在生源上面，生源竞争太激烈了。跟其他球队相比的话，我们内线相对于身高身体条件啊是可以相当大，非常大。能招到相对好一点的球员也必须是靠球队的成绩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。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项目，五个普通的球员他结合起来可能还能跟五个最强的球员相 PK， 可能这是篮球的魅力。 CUBA 给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，林大人的这种精神在我手里能传承下去，因为他也是宁波大学毕业的，希望有这样一个传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我传给下一任教练或者下一批队员这样。